候睡觉。等一下买一个冰淇淋就好了，因为你太吵了。哦，然后我跟妈妈吃一个。我就要到走了，我要吃。依依没有吃。要啦！是老师，当然要。没啦，当然要。因为你太吵了。我不要，那你们会给我吃？三很久啊。那外太空才可以吃。